明治的瑞士卷，一盒是700克10个，而且它是有5种口味，每个口味是有2个的，巧克力味、原味、虎皮、伯爵红茶、红丝绒，湿湿软软的那种呢。哇，嗯，吃到嘴巴里面好软啊，奶油都是动物奶油，这个不用怀疑。那种湿湿润润的口即化。